早期有在，因为在这个社会里面，男生都要行歌礼。那如果说是古早年代的话，都五六岁的时候就要行歌礼。现在的话，因为卫生的考量，所以小孩子一出生三天后就会行歌礼了，最晚不会超过八岁。那么早期没有医疗系统的时候，谁来做歌礼？理发师，他其实应该算这个地方的工作人员。那因为这是理发师竞争制，所以有一些比较乡下的人，就是比较传统、比较保守的人，他们会觉得说，如果把我的小孩带到这边来行歌礼，那会获得更多的祝福，这是一个很传统的想法。所以每年到暑假的时候，会看到很多小男孩，本来是欢欢喜喜带着笑脸进了这个竞争制，最后是哭着脸然后离开这个竞争制。大家了解为什么吗？因为大家还没进入到竞争制，就是很多人。这个在那个新生市还是他们还没进新生市之前呢，还没有行歌礼，先是离开的时候已经行了歌礼，所以他们掉眼泪。因为行歌礼的时候他们没有挡嘛，所以哭得很厉害。啊，所以行歌礼的房间就是这一间。你们还有没有人讲？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没有，他们行歌礼都哭了。歌礼也没有人，也没有人，目前没有人在这行歌，因为刚刚那个。不少已经惨叫声在里面了，暑假来就会看到。我现在还在这工作啊，但是我暑假都会好好看。哇，那个天球嘛，很漂亮，每一片都不一样的，那个图像。那么远，那个屋顶真的挺好的。这里面是歌礼室，歌礼室，歌礼室在这个同门的里面。
Thank you.